大家好，我是永明，回来我们家青狮团。那么我们继续来上一集的闪电攻略版。Tactics Ogre。好，那么最后一仗啦，各位，阿涅拉最后一仗。配置十二，上一集是金鸡，这一集是什么？奇美拉，神鸟。好，整顿一下。風の神ハーネラのしもべ、何時精霊の御子となることを望むや、されば我神に代わり何時を試さぬ、我を打ち倒し身の証を立てよ。就只是风神跟冰神换了一下，对啊，剩下都一样。那打倒后是不是也是一样？咪咕嘟啦。
光哦，没注意。
对哟，下去吧你。格斗跟棍鞭，棍鞭哦，法杖哦，这有可能是法杖哦。对啊，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。Victory！ 那么各位，我们下一集就是下一个神殿啦。对，下一集就会是下一个神殿攻略啦。那么各位，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吧，就谢谢大家观看。那希望我的频道按赞加订阅，有种想看的游戏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期见喽，大家不。